今天要说的是韩国娱乐公司 SM 旗下 Red Velvet 组合的全 ACE 江瑟起。相比起 Red Velvet 普遍的小个子还忽胖忽瘦的体质来说，比例好又保持良好身材管理的瑟起真的赢在了穿搭起跑线上。这件白色的奶奶衫搭配格纹的 A 字裙，活力学院风都让人忽略了他脚下的防水台有多高这件事儿。绿色的分体式套装，复古之余显腿长才是正道。别看他圆圆脸，这个腹肌还是相当优秀的嘛。宝蓝色的印花 T 恤，这种集中的大图案印花更显瘦哦。搭配牛仔半裙，长半裙比起短裙来说更有气质。全黑的穿搭就不用多说了，如果喜欢阔腿裤也可以换成阔腿裤，这个时候的加趾拖鞋还蛮有气质，不会流里流气。白色的衬衫搭配高腰牛仔裤，黑色的平底舞鞋很有气质哦。背带裤要怎么穿才不幼稚，像这样搭配一件白色的背心即可，还更加清爽呢。黑色的 T 恤搭配黑色的格纹半裙，米老鼠的头饰也太可爱了吧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